孕妈咪，你的维他命有分三层吗？一般维他命没分层，钙铁互斥，会造成铁吸收率下降，最高达60%。惠氏妈咪三层综合维他命，三层释放科技，快速释放、标准释放、缓慢释放，营养分层吸收，营养不打架，吸收不打折。21种关键营养，呵护妈妈宝宝。惠氏妈咪三层综合维他命。